说他需要看看回复的信息，那就看了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一场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人的海的山有美丽风景，相遇梦里的剧情听到一句言行，去的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奇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，回忆并肩旅行，我约你陪着你去东和西。信息，那就看了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。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一场客气，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。在人的海的上有美丽风景，相遇梦里的就蜻蜓到一句言行，去的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，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。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始终和你前进，回忆并肩旅行，我约你陪着你去东和西。我开始美丽的际遇，你来自东和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，都听你，因为始终和你前进，回忆并肩旅行，我约你陪着你去东和西，我愿意陪着你去东和西。